请你请坐。啊，作为敬爱的校园，啊，我有机会甲大家熟悉，三甲谈论台湾宗教现象的问题，是感觉真欢喜，啊，不知光荣。过去我伫台湾神学院，就是马街所总的神学院教册25年，离开神学院已经14年，分别伫复旦、辅仁大学、东海，现在是伫。啊，是伫即个中英大学台湾研究所啊，有关做客座教授。那拄只咧啊，咱的班长讲，即期有40几个的学员，我讲已经足济，因为研究生一期只有8人，啊，咱已经超过即个数目，所以是非常好。但是伫即个点半真久，要互咱了解台湾宗教。的現象，那是不可能，因为宗教研究一世人，只有台湾啊，台湾宗教史就让你研究不了。所以我手头有一篇文章，就是拍在壁面那，确定我若演讲了，大家若有趣味，摕去影印。现代人甲宗教，但是我无拄拄照这个内容在讲啊，因为时间真有限。咱知影台湾。对国民党来占领了后，因的教育部拢是千篇一律、讲白差的同化教育，毋是用真正的史观咧教育咱的子弟。啊，所以我足欢喜啊，因为咱拢是本土哦，听本土、听台湾，而且住的同志伫遮，恁拢是精英，毋是干那我啊，伫教大学安尼那定，恁是比我较要紧的人。啊，将来恁的影响力是更加侪，为着这个民政府会做真侪代志。但是宗教知识的装备，过去的东华教育拢全无。啊，我伫美国有两个孙啊，我那最近甲对美国转来去看因，阮孙啊对迄个宗教史的知识，未输我所教现在研究生。哦，因的上课非常自由哈，伊、伫这个啊 Texas 的这 Houston。啊，即马是大概咱国小6年，因的初中1年哈，啊，甲伊讨论哦，历史观啊，不止连 Shakespeare 伊的册伊都咧读 ，Shakespeare 英文是真歹读的哈，因即马就开始咧读，所以因的教育就哇，对宗教史的理解比咱较侪，咱食到遮侪岁啊，嘛唔知影讲台湾的这个宗教现象是生做啥物款，我伫遮唔是要介绍叫人来信啥物宗教。因为宗教会利益人，不过请咱会记住，宗教会害死人。所以宗教若选唔对去，真是害了了。像讲伊斯兰吼，咱所讲的回教是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的圣战吼，啊，阿拉伯语叫做哈兹，伊的圣战原来是好的，一个传教的用语。啊，经过一个恐怖主义者，就是奥萨马宾达人甲用，煞变成 terrorism 恐怖主义。害死真侪人，好人也杀，歹人也杀，这唔对。日本伫二次世界中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卡米卡泽，哈，就是这个新方特工队，伊所针对的对象是敌对者，哈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这真公道。但是特洛利是唔是？几架飞机坐几啊百个人，啊，塞去整迄个 Twin Tower 几啊架，两架，好人也杀，歹人也杀，这违反人道主义。啊，所以宗教的害人，这是非常明显的代志，不是宗教拢利益人。所以我要用足短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宗教巡礼。啊，上要紧讲政治甲宗教的关系，啊，这是真要紧的主题。我对这先讲，若要有时间，再来看一套台湾人咧信什么啊，这款的这个图片。当然，这个文章也足要紧，这是一个基本入门。宗教的用语。宗教经典的用语，科学未当证明。神、佛、菩萨、罗汉、天堂、地狱、鬼神，这拢总唔是科学的用语，这叫做 language surface 信用语言。这是一种 symbolic meaning 啦，定。当人就是讲鬼一种，
我甲咱讲贵族一种，神一种，神也真一种。那对阮的分类来讲，毋是宗教地下，是宗教学的分类。世界现代世界有12种的宗教，像讲波斯教，即、這个 Zoroastrianism， 犹太教，啊，甲即个基督教，有人讲基督教从天主教排除，这毋对。伫英文的 Christianity 是包括天主教，因为基督教有三大传统，一个是罗马大公教会，那个叫做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Church， 一个就是迄个 Eastern Orthodox Church， 就是东方正统教会。这个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所出现的，叫做 Protestantism， 啊是 Reform Church 啊，归正教会啊，这三大传统。今仔日台湾有107派的基督教的宗派，有诶进入良心诶，为着本土奋斗进入教会，甲一部分的圣教会，吼啊进入真耶稣教会也有人讲台语诶，啊出呢100几派拢挖国民党啊。马英九嘛受过洗礼，讲伊信耶稣；谢龙斌也讲伊是信耶稣，受过洗礼。啊，见庙就拜，就仰香，迄无信基督徒，而且甲独裁者徛做伙，吼、哦，特别迄个王建酸，吼、哦，迄个较非常明显。啊，迄免讲，迄拢无为着台湾人，所以耶稣那头壳真疼。啊，讲公义，伊一个主，互遮人侮辱到底，公义甲疼拢变质。啊，当然，我所讲的是有根有据，毋是我白讲的。所以宗教原来伊的开始是真单纯，伊的精神是好的。经过一挂野心家的传承，哦，伊所受的教育背景无同，伊无国际观，伊真自私的人传承一个宗教，迄、那个宗教的歪果加持出，会变真侪宗派出来，佛教也同款，基督教同款，伊斯兰教同款，这是一个 big term。啊，这个宗教的名下面有几千派，特别佛教哦，佛教在台湾基督教700几派，我看佛教在台湾500派以上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个寺庙一派啊，位阁一派，圣魂一派，哦，啊，主席一派，哈、哦，啊，主席比较靠良心，又用钱，人奉的钱建立一个主席大学，啊，伊嘛有一个宗教研究所，伊嘛有一个台湾，谈讲是算真好。诶，即个 hospice care 安宁疗护，就是癌末的人吼，互伊安尼要转伊，转伊较足尊严迄款的设备。第一个就是马街吼，淡水分院有一个吼，过来就是主席，因为我伫遐演讲一两遍，我知影。啊，所以人互伊主席功德会钱有用伫遐，佛教咱爱家娱乐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咱的学员有哪有出家长啊，伫遮啊，咱已经即个建国学院法律。啊，建国学院已经办14期，过去真侪期有出家长坐伫遮，有人参加做学员来研究这个宗教。所以宗教信仰，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。第一，就是伊的用语，唔是科学的。你若发生作用，哦，发生信仰才会发生作用。你若唔信，一撮作用都拢无。像我是研究宗教史的人，真爱看魔神啊，真爱看鬼，都无法度咧。食到70几岁也唔捌看到。敢那伫迪士尼乐园，迄个鬼屋看到迄个毒品啊鬼，吼，更毋是黄面的，拢外国鬼，安尼哪定出来拢毋捌看。啊，所以，各款宗教的鬼拢无同啊，请咱毋通认为讲鬼一种嘿，不教鬼是轮回出来，恶鬼都撞出来。哦，即我长话短讲，哦，甲恁提醒，台湾鬼是人死变的，哦，台湾受道教影响，讲3魂7魄啊，一个人全鬼了了。若有时间，恁来听我个分析，互恁知影。吼，基督教鬼，毋是人死变的，嘛毋是轮回出来，是种坠落的天使吼，叫基督徒啦吼，坠落的天使。这犹太书内面有讲到，吼，你要做天使也使，你要做魔鬼也使，你的自由。吼，因为基督教无宿命论，吼，无像这个啊东方宗教即款宿命论，时间的宿命就是生机八字，吼，行为的宿命。就是诅咒、命运、诅咒、见鬼、得鬼、见到、得到，这不够的、哦、啊！所以基督教无，基督教自由意志，所以要做魔鬼有可能，你我拢会当做魔鬼，要做天使也会，也会啊！所以宗教对这个鬼神的传承道德观也拢无同。你唔通想讲，各款宗教拢咧宽神，这款的用语吼，安那对安那唔对？
各款宗教有啦，吼、哦，宗教内面有精神美的范畴啦。究竟就是新冠的问题，真的问题，新冠有分作真侪种，一神论呢，反正我所讲即个 Zoroastrianism 原始一神论就是波斯教，有影响到的犹太教，过来影响到基督教，影响到伊斯兰教，即四个是 Monotheism。但是东方的宗教是多神论呢，印度教吼足侪神，天神。哦，啊，这个 Jewspeed， 就是迄个 Diospeed 啊，因为这印度民族同款语言，这个 Jews， 哦 ，Jewspada 同款 ，Jupiter 这是罗马用语，天白意思，哦、啊，以外土地也是神，水也是神，天空也是神，啊，人死啊拢种神，神了了，连语言都有效力，语言也是神，啊，东方教专门神了了，这叫做 Polytheism 啊。啊！伫究竟的范围有多神论，有一神论，啊，嘛无神论呢？历史上出现两款的宗教无神论，第一款是原始佛教。原始佛教无神论，咱有研究佛学的人，恁就知，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。哦，伊讲诸法无我，我的存在不过是轮回出来，现在看见的东某某的我，根据我的行为哦，根据我的行为，后出世不一定是做一个人。我若爱食牛排，后出世可能会种过得过，种到得到会变只牛，也不一定。啊，若是太牛太伤济，去地狱多受苦啊，袂当变牛。哦，有这种行为说明的理论底下，所以神对这来，那照这个啊原始佛教，这对基督教来，基督教是无神论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佛教。哦，啊，因为佛教讲六道轮回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佛教的神是天道造出来，天龙八部迄款的神。啊，所以神也是轮回啦，迄毋是甚物奇怪的所在。啊，所以佛教讲诸法无我，现象界感官你所看见的我，毋是真正的我，是轮回出来啊，迄个玛雅啊幻 illusion。后出世要变成什么，我唔知啊、哦，不是咧轮回，所以佛教追求这种解脱论，就是讲三皈依、皈佛、皈法、皈僧，唔通阁进入轮回，将之轮回叫做涅槃啊、哦！啊，这是因的理想。哦，原始佛教无神论，但是现在台湾的佛教讲到这时，爱予大家知，予学员知影一个常识：中国的佛教有十宗。两宗小乘，八宗大乘。伫台湾所流传呢，咱所看得到的一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，迄叫做净土，净土宗 （Pure Sect）。这叫做神宗哦，一心传心不离文字的哦 ，Chan Buddhism。过来民间信仰庙宇，有观世音菩萨，有地藏王菩萨，这叫做通俗哈啊 ，Popular Buddhism， 通俗不教，甲民间信仰混合。真个天台宗、法相宗、律宗、密宗，啥物，迄拢变作研究的对象啦，听。所以伫台湾叫做神净啊，神宗净土啊，上修啊，坐禅啊，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不过有一项，南无阿弥陀佛这款的净土宗，唔是正统的佛教。大家无想到遮，因为伊有灵魂的观念，有灵魂的观念就超度啊，正过得过，正道得道死。就照你的因果业报去轮回啊，哪有可能有会当甲你超度咧？无可能，不搞要天堂哦，不搞讲涅槃，讲涅槃啦。忽然间走一个西天极乐净土世界，哪有这行个呀？所以日本一个学者叫做蒙月信仰，伊讲净土的思想完全受南印度基督教的思想、甲波斯教、拜火教的思想。所以阿弥陀佛是光明神呐、啊，是应现的神。所以南无的意思是皈依。哦，啊，这个阿弥达、阿弥达又、阿弥达巴、阿弥达是动词，阿弥达又、阿弥达巴，一个指空间是光明的意思。皈依、皈依，哦，无量光佛，哦、佛是开悟者。一个讲时间，阿弥达巴，哦，啊，阿弥南无南无阿弥达布啦，皈依无量寿佛，皈依无量光佛，叫做南无阿弥陀，这是祈祷哦。不搞不祈祷呢，不搞是自力主义的呢。所以这个日本学者说了很对，所以因为有基督佛教的无神论变成有神论，无天堂变成有天堂，
啊，所以茫茫顿顿，台湾人不要分辨，原是不够死，迄、那个存在体，要去轮回存在体叫做中阴身啦，中阴，简单叫做讲我的色心，上紧七日进入轮回，上慢七七十九日一瞬哈，即、這个四十九日进入轮回。啊，根据一个颠倒相，我检查安尼讲较深啦，因为无研究这个符号，进入轮回，无可能有灵魂啦，所以佛教是生命不灭论，唔是灵魂不灭论。那灵魂不灭论才有超度，才有天堂。啊，那是生命不灭论，只有是机台涅槃，无个进入轮回或者解脱，或者解脱。啊，解脱真歹个。这个尼玛啦，就是一把火化去，安尼那点，迄个意思。后来，所以宗教内面所讲的语言，你那信用才会发生作用，你那无信，一丝仔作用都无啦。唔过宗教吼有好甲歹，咱活到今仔日已经21世纪，咱唔通戆戆啊去信。要做一个新台湾人，包括基督教，拢爱甲批判，哦，拢爱批判，唔是讲基督教拢种好诶。太侪派了，不够也是哦，太侪派了。咱要有一个哦，抓到伊的基本精神，啊来做一个简单的批判。那安尼，咱的信仰才袂歪哥敢起错。啊，所以贵的观念，达观宗教拢无共。道德观哦，宗教有求真，求真就是信仰的问题啊。一心论、多心论、无心论，有求善，道德观的问题啊。一心论的宗教，一款的道德观。无信的宗教，各一款的道德观。基督徒认为讲食牛排吼，足好诶，会营养我的身体，所以 steak 足好。看要食迄、那个啊，食迄个菲力也好，食沙朗牛排也好，食 T-bone 也好，一丝仔都未，都感觉讲良心未不安。欸，出家众人家食一克牛排，我咧讲是讲台湾的啦，台湾的，毋是西藏，西藏拢食牛排啊，西藏的和尚拢食牛排，搁啉牛奶。迄无算数，所以佛教毋是拢总食菜嘿。啊，若食错一遍，念经念一百遍，心内要袂清，要袂清。道德观无共哦，共款印度，也即个印度大半岛啊，有印度教 Hinduism， 啊嘛有 Pakistan 甲 Bangladesh Republic， 孟加拉共和国是伊斯兰。伊斯兰的人无食猪肉，拢食牛肉。但是牛肉，咱台牛肉伊唔敢食，但清真牛肉较敢食。啊，印度人多颠倒变，牛是天神巴伦呐，巴伦在希腊语叫做乌兰诺斯，天空的意思。啊，落雨就是天神的牛奶，这牛奶伫大地，啊，大地得到营养，就生产万物。啊，这巴伦呐，啊，希腊语叫做乌兰诺斯，乌兰诺斯，天空的意思。这个神啊，所以牛袂使个台，牛是神。所以牛说来说去，印度的牛啊，足自由。这只牛吼，若在印度足平安，那个照顾甲安尼十全十美哦，摕果子好食，摕草好食。这只高怪牛若走去巴基斯坦，温死的，有一日会变清真牛吧。所以宗教吼，伊道德观拢无共。哦，基督教有一款基督教的道德观，啊，佛教的道德观，伊斯兰伊斯兰无道德观，伊讲圣贞。奉阿拉的名圣贞修台是好的啊，所以阿拉有那头壳足疼。西亚派西亚伊斯兰，哦，像讲这个伊朗，哈、哦、啊，伊拉克是逊尼的这个伊斯兰，啊，伊拉克甲这个西亚什叶派捌修台，拢奉阿拉的名咧修贞，哦，头壳足疼。历史上基督徒也有这款的情形啦，啊，伫这个啊宗教改革有这个30年的战争，天主教徒甲基督徒咧修台。争拗台30年，上帝头壳足疼，唔知要挖倒一边哈、哦。这是人性的问题啦哈，唔、哦、是宗教精神的唔对。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。宗教的本质有求真心观的问题，有求善，达款宗教的善的观念拢无同，冇求美，生活态度哦。基督徒的生活态度，我惊一街头，管你什么？抗争为着公义哦，对。制度讲公义，对人讲听，包括对敌，我们爱甲听落去、啊、所以基督教唔是破坏宗教，基督教是讲公义的宗教。所以基督徒唔惊死。耶稣讲，老人要对我吼，
就靠伊去较来啦，哈、啊，就日日压力的十字架哦来对我。哦，啊，若靠袂起的人来做释迦牟尼学生，因为伊讲人生是苦海嘛，啊，耶稣讲唔是，你得互苦海平定，得靠伊去，牺牲的去，人间才会和平。所以颠倒病，哦，颠倒病，求美的态度，各款宗教嘛拢无共，嘛拢无共。所以东方宗教内面有印度教，哦，有基督教，大家咱看吧，听 Jainism 啊，不教释迦牟尼受这个基督教影响真大。后来，伊家己独创一派，有佛教，佛教真复杂哦。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、中传佛教，迄要讲起来吼，会用足侪时间啊。啊，说落去，也有锡克教、锡克人，甲宗教教宗教界个时代出现，伫印度北边潘加布，帮助破吼潘加布迄个所在，一个包一个头壳安尼吼作用。伫香港拢咧过几啊店迄款嘞。那叫做 Six 色界教徒哦，啊，这是印度的出现四款宗教哦 ，Hinduism 印度教 ，Jainism 啊、哦、基督教，过来 Buddhism 佛教，过来啊 Sikhism， 跟咱印度大陆的安心。啊，那中国那边呢，儒教、道教，不是地下的儒教，不是地下的道教，是宗教的道教。所以外国人那咧写道教 Taoism， 拢忽略道家去。拢咧讲老子的思想，这唔对，所以我咧读英文咧册，读到有够艰苦。哦，伊唔是咧讲张天师的道教，其实花一个道教，就是对张天师来的嘛。哦，啊，伊拢讲唔对去。哦，后来啊，日本新道教，哦，新道教，啊，日本是讲新道教。啊，有这个伊的经典叫做《涅槃经》啊，《科技经》啊，两款真要紧的这个经典。过来 ，New Religion in the Modern World。啊，现代世界新兴宗教，吼，所以有遮济宗教，遮济宗教，所以要做一个宗教人呐、啊，那知识分子都要经过选择。宗教入门唔是遐尼容易，唔是我敢讲你敢信，敢遐简单。但是台湾人因为无这款宗教知识，无批判性的宗教知识，所以我讲你若信，我就做教主，你就做我的神男信徒。啊，而且讲我是活佛，咱嘛信信的。造神运动，就是因为台湾人无这款宗健康的宗教知识的一个结果。后来，那我的任务吼，上要紧的就是不咱知影台湾的政治甲宗教的关系。咱知影台湾的民间信仰是台湾人的基层吼，民间基层的一个真要紧的这个宗教现象。新历无实，旧历无灭，所有的新历甲旧历，拢甲宗教有关系啊，有关系。所以台湾人的传统礼俗，哦，即 traditional customs， 全部拢是宗教内涵。因为安尼先，啊，咱住台湾，你不得不来了解咱的民间信仰内容是啥物。啊，我。有准备一挂台湾人咧信什么嘅神明，互咱看啊！我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较互恁看这个图片啊！啊，民间信仰无唔对，咱嘅传统信仰，各所在都有庙宇，庙宇清宫、清殿，哦，清殿、宫甲殿，就是这个神，那是王爷家、帝王家，迄间庙那是玉皇大帝。较功夫的迄间庙五个门，哦，这上高级的，开五个门，刷落去，迄、那个庙是王宫哦，这个 palace 的缩小，所以叫做什么宫？因为伊是用帝王咧，咧大的当然是宫殿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袂使随便去，拢去个翘一个香莲抢珠，哦，啊是香莲对一个雷峰塔，啊是香莲对一个三仙楼公阿飘，啊那是女神的呢。啊，可能有两只风对一个雷峰塔，拢总有吼、哦。这是宫殿的建筑，有灵条，有一对石狮，有石鼓，哦，有石响板，哦，迄款的迄款的设计，啊，有红，有这个，蜘蛛结网，迄、那个庙顶足水的蜘蛛结网，做咱顶了了，嗯，茫顶出顶。所以一间庙本身，就是一个小世界，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咱目睭看得到，这是民间信仰。问题是民间信仰有伊个好，无唔对。台湾人
啊，过去予人几个朝代拢有延续来压迫。伊会当消透的所在，就是经济，伊的传统信仰。啊，所以国民党伫戒严的时代啊，袂使组集会游行，伊毋敢动。哦，你阿姐啊，伢神赛会伊毋敢动，但是甲你监视，你的牌楼爱写一挂政治口号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迄甲彼都无关系，伊嘛安尼先爱写。哦，啊，毋然安尼警察拢伫啊指挥，就是监视。伊无你做袂使啊，袂当消透，会反啊！啊，所以台湾人吼、哦，迄个怨气就是对这个赢神赛会造就，伫遐来出气。但是伊真大个缺点，请咱通袂记哩。民间信仰，伊善男信女真自私。伊所求的三条线压起来，是求平安、甲添福寿。咱的传统宗教有伊个优点，互咱的同胞安心立命，有伊真大个缺点，就是真自私。算命、相命也真自私，拢干那顾家己的命运，造就也是地方的平安。啊，若造就会当为着台湾出头天，加减啊做不要紧，袂啦。啊、哦，既然成就迄个地区哪定啦，所以证明讲即款的宗教无生命共同体，伊无迄个生命共同体，无西方迄款的理念。哦，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较自私，较顾家己。莫怪讲，哦，咱的祖先到台湾的时阵。拢分类海岛，哦，我信什么神，你信什么神？漳州甲泉州的拼，啊，拢伫个庙口操纵顶咧拼，诶，就是迄、那个无迄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，干那顾家己。上吃力的一项，民间信仰的神明拢对中国来，诶，咱嘛受华人的血统无唔对，但是咱75%的血统拢平埔族的血统，包括我本身。不是纯粹的中国人，那是标准的台湾人，请咱会记得这项。但是真侪新民对中国来，啊，台湾人吼、哦，那赚那有钱哦，伊无想讲共产中国就是无神论的一个政府，啊，提钱去给人起庙，像讲湄洲的妈祖庙，台湾人提钱去起的。迄原始的妈祖庙，细啊间啊呢，伫海边，敢那咧土地公庙啊，差不多变大。我有伊的原始图片，哦，因为人提转来给我。啊，就安尼假搞一工起，啊，中国妈祖嘛，未比台湾妈祖诶威格较大，所以真晦气，就是咱所拜神，绝大多数拢对中国来，所以无形中国民党诶东化教育，甲咱讲邪龙一水哦，咱拢是中国人哦，啊，无形中哦骗骗去，啊，趁后食就去中国进香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，进什么香啊？而且若要进香，中国人就来台湾妈祖才进香，毋是咧？因为台妈祖是天上圣母黄河家咧，啊，中国妈祖是灰灰娘娘的家。我伫20世纪70年代伫中文大学一段时间，特别去调查到底香港妈祖滴什么无啊？无滴个黄河秋秋的哦，娘娘庙叫娘娘娘娘啊，娘娘庙娘娘那点啊，所以即个历史的迄个典故，大家都唔知道。我甲咱讲，真简单的一项。土地、人民、社会价值观、法律、政治，台湾甲中国有共款无？绝对无共款。新民来甲台湾，伊要认同这个土地，讲台湾话，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，所以中国妈祖甲台湾妈祖也绝对无共啊！分开分太远，年代也真久啊。苏明先生伫伊个《台湾民族论》就讲啊，中国妈祖是出海妈祖。讨海人咧掠鱼的，迄款的细细新界妈祖，啊，台湾妈祖咧是过海妈祖，是移民妈祖，要大家定因这块土地妈祖。我拢甲阿先讲哦，中国妈祖是帮咱共产党制造飞弹弄台湾迄个妈祖，啊，台湾妈祖是要帮咱台湾人独立建国迄个妈祖，唔通弄唔对去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咱爱有这款的分类，因为多心信用。诶，迄个妈祖拢伫庙林啦，哦，伊甲人民拢共款，甲拢共，这点咱来分别。搁一项民间信仰的缺点，就是伊所谓神明拢活伫封建帝制时代，16、17世纪哦，较近的，也是较以前遐古早人所穿的皇帝服，拢是古装，拢是杨丽花啊、国语班迄、那个皇帝咧穿的，绝对无一个。
神穿西装挂领带，迄袂做神啦，迄无可能做神。啊，所以这种帝王家、胡妃家的神，啊，咱的同胞咧拜，咱是活伫民主国家的时代啦，当然是无啥成民主。啊，你拜惯是啊，无形中你的潜意识、你的 subconsciousness， 啊是 unconscious， 无下意识、甲潜意识，都含糊为关。咱的心态、咱的心理，袂当做土地主人啦。因为你拜帝王的神嘛，哦，是不是？足假的嘞！中国来的神算认同中国，哦，啊，帝王家的神害咱民主化，足慢足慢。过来分类的信仰，要一个人民袂团结，泉州人拜泉州神，漳州人拜漳州神，客人拜客人的神，安尼哪有法度当缔造一个生命共同体？这个就是咱。诶，宗教现象哦，大家去思考看卖。后来，即马讲到佛教，佛教是一个伟大宗教，咱唔通否定。但是佛教给咱一个宿命论，这个宿命论就是行为宿命、命运自造啦，正规的规，正道的道。我讲佛教上伟大的理念就是菩萨道啦，摩尼萨达位啊，菩萨道。菩萨有下愿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人间的苦难无煞，啊，伊也唔成佛。诶，这甲基督教，诶，救世主精神同款。可惜无啥发挥。不过佛教，因为伊相信宿命论，所以互咱的同胞，有哪真歹缔造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因为是领导的代志啊！你将来要轮回搁较好吼，搁高等的这个生物，啊是要完全解脱吼，啊涅槃即证，啊未去西天极乐世界，拢总修家己，无讲我修行，我修行，我食菜，我积功德，为着全台湾的同胞来做，无可能啦，无一款生命共同体，搁来伊的命运观的宿命论，害死台湾人，较无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。较无社会福利的观念，这点我伫遮要甲咱证明一项。我有真侪佛教朋友，我讲奇怪，恁佛教吼，伫中国流传遐久，啊，基督教来台湾，实是近世的代志。基督教帮咱台湾社会进入现代化，做足侪慈善事业，啊，恁佛教太拢总无啦，唔是讲无，真消极，时官时弊时义，安尼啦定。上吃的一项，就是伊讲因果业报。细数一个家庭，若是出世一挂青年、小二、八比、掰卡的囡仔，还是脑残残障的囡仔，照佛教的因果观念来讲，就是可能恁的祖公祖妈有甚物歹积德，还是爸母有甚物歹积德的现世报。我无白讲哦，唔是咧背咩不教，现世报，所以是业障啦，业障现世报，现世报即个业障啦真，哦，阿得无代志，所以即款破相的囡仔，伫佛教影响下面的社会，真可怜，真可怜，较无当同情伊啊，领导的代志，你的业障嘛，你现世报，哦，啊你这，互爸母生着。拖累爸母，这讨这囝，有这种的观念，所以这款宗教因为外面哪有可能，互一个社会有迄个社会福利的观念，有迄个生命共同体的观念，嘛是无啊。哦，所以这个事实，咱有哪爱好好去思考。其实我甲咱讲，无影有啥物报应的观念啦。哪有报应哦？遐歹人，遐国民党的歹人，大家都死了了啊。拢未死，活到好世界，吼、哦！啊，退休会当享受，哪有报，哪有现世报？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咱来去思考。其实我甲恁讲，一个人做生意做袂好，唔是你的命运的问题啦。一个人的身体无健康，唔是你本身的问题啦。你爱考虑到是毋是遗传有问题，啊，是我环境，这个水的环境水污染。土地污染，遮个物件拢毒素，害死我身体袂健康，爱想遮个问题。啊，若安尼先，政府的责任呢？哦，啊，单吴敦义的责任呢？即嘛单枪的责任呢？行政院长的责任？咱若贪无食，贪无钱，
经济部长啊，甲这个财政部长的责任呢，台湾人拢袂晓想。我有一边伫英国开会啦，伫伦敦坐地铁，有一个福建人爱一个囡仔，给我分钱啊。英国乞食是穿甲足水哦，伊甲你讲先生，啊，我的囡仔吼，啊，爱食牛奶，我已经无钱啊，无米露去泡的钱，啊，请你给我帮衬。安尼呢，我摕一磅货，伊就欢喜个。我甲开会的一个教授讲哦，伊面穿红起来，讲啊，阮英国人足见笑。阮的社会福利做无好，1980年代的代志呢，吼，我是足硬的。我住台湾，逐项税金收个遐济，中华民国万万岁。啊，那无为着我的同胞做社会福利啊，啊，钱摕倒呀。但是英国人，伊跟我讲，讲伊要写批给伦敦市长，叫伦敦的市政府社会局爱好好关心这乞食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。就是一个先进国家，因要想啊，咱嘞戆戆啊，活无头路啊！你归咎讲我的命底歹，归咎政府的政策歹啦，唔是讲你的命底问题啦。所以宿命论有一款的真大缺点，民间信仰的宿命论受道教影响，所以道教一种叫做命运天定论啊，时间甲咱宿命就是生根八字。面貌说明面相，手痕说明手相，名字说明吼，当方万啊，当几位，方几位，万几位，加起来总计几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拜托嘞，迄是古早人的公式，啊，咱即马要咧信，吼、哦，实在是头壳歹呀嘞，所以引起一个同胞啊，敢那顾家己的命底问题，未团结，真自私，投机取巧。啊！我命底好就好，别人个囝死未了，这唔对咧，这唔对。所以命运的问题，你若要做命运的路咧，较去信命运啊，较去信神经八字，啊，较去拜这个四条吞命法，较去看这个紫微斗数。若要做命运的主人，都唔免看；若要做时间的主人，唔免看日；要做土地主人，嘛免去看风水。理由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因咱是现代人嘛，今仔日咱的社会要咧信农民历这套。哪日哦，咱的日子，今仔日鸡会使袂使做甚物？袂使做甚物？鱼会使做甚物？会使做甚物？和迄个古老的宗教公式，甲咱限制掉咧。拜托咧，咱比发明这个古早的宗教公式，遐宗教人更加聪明。伊毋捌看见喷射机，咱已经咧坐喷射机。哦，伊毋捌看见连枪嘛，捌看见咱射箭，咱已经开大炮、开枪的时代。要你相信这套古早的宗教公式，所以我甲讲台湾人吼，那信这农民历吼，啊信这个哪日所讲的宗教公式，但是摩登原始人啦哈 ，modern primitives， 生活真现代，头壳真原始，永远都派出头天啦哈，这跟政治有哪有关系啦？啊，道教咧，吼、哦，道教佫较吃力咧，道教我唔是讲道教歹啦哈。台湾的道教拢天书多啦，吼啊！台湾的道观拢无甲民间信仰难做伙啦。啊，道士真正是职业的宗教人啦，吼啊！闹什么哦，做咒啦，闹什么迄落啦，吼啊！甲啊底下咧，啊道士咧抓啦，做咒道士抓，诵书道士抓，吼啊！大概是安尼先啦，吼啊！那消灾解厄道士抓，法师抓，但是道教，予咱台湾人相信鬼神。啊，相信命运啦，哈！啊，道教这占阴派就是咧看风水，啊，就是咧占卜，哦，就是咧算命，就是算命，迄叫做占阴派。道教的正一派代表拢是驱邪消灾，伊甲咱讲社会苦难，就是好兄弟啊咧高高甜，咱较趁无食啦，所以七月吼来普渡才会好兄弟啊啦，哈！啊，生意才做会好啦。台湾人较即摆要去普渡，要外劳这个呢，哦。啊，头壳疼，可能五鬼咧高高殿在坐五鬼，目肚疼，迄个天狗闹着在做天狗，吼、哦、啊，什么车夜观，吼、哦、啊，什么吼足济，我袂晓讲，吼、哦、啊人呐安尼结婚了足久袂生，哦，这种事实嘞，吼、哦、袂生，家己话袂牵拖，啊，你呐安尼无去妇产科检查，
未生到底是查甫的问题啊，查某的问题，要去检查，一个就去新单，伊就甲你身家调查。伊讲，你结婚偌久？无囡仔，九年啊啦。好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结婚礼车吼，迄块猪肉，迄块特色肉，咱结婚礼车有倒一个迄个两姓合婚别祖亲孙，伫迄个礼车后面有无？搁一支特色肉，叫迄个三层啊肉有无？哦，迄支特色有头有尾哦，伊安那甲你诊断，讲你吼，你就是迄块特色肉掉了伤细块，你较歹运去拄着白虎神，迄只白虎吼半斤食无够，爱食一斤。啊！你拄啊半斤啦，所以白虎吞胎，马上甲你诊断，白虎吞胎，你去病就解决了嘛，就你就知影伊毋是，伊去新单，将可能归入白虎吞胎。啊，那白虎吞胎变怎？就做白虎啊！啊，白虎，就安抚白高，真正高只白色的虎，啊，去遐坐，安尼无大紧，就去栽花，就去栽花，一个栽花仪式，就去落地府探江，这段仪式做了到底吼，四五万块。要未刷你啦，吼、哦，啊嘛是未生呀，那未生就来信耶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尔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、哦，这台湾人将苦难归咎吼鬼神去找笑，伫台湾人唔是做人歹做，做鬼都歹做，红乌白乱，啊，这是事实。讲到这个台湾的鬼吼、哦，实是迄鬼经讲未了，啊，将所有苦难拢归咎吼这个鬼神去找笑，这个家庭。那是不是咧未平安？伊就去问卜，台湾头问甲台湾尾，什么神明拢问了了，啊，大舅公、山下王拢总嘛问都未平安，最后嘛是甲你身家调查。伊讲啊，但你有囡仔拍算伊无？伊讲啊，有啊，查某的啦。啊，拍算也是几岁？三岁。几年前拍算？二十年。对啦，问题伫遮啦哈、啊。你的。打算那个囡仔是查某的，啊，二十年前打算，迄个时阵三岁，二十三岁啊呢，大学毕业啊呢，啊，你为个少帮无，伊讲无啊，都三岁囡仔死，迄讨债囡仔凊彩呆呆的，讲对，伊来甲你高高甜，啊，要安那解决，厝人才会平安，就较假、啊，所以台湾有这个活人娶鬼某，就是对家来，啊，这表示讲台湾鬼的大汉，啊，我咧研究这个。宗教史吼，唔捌看伊讲西洋的鬼吼会大汉咧。哦，一百年前三回死去，迄、那个 ghost 的幽灵，一百年后看嘛是个囡仔鬼，敢若台湾鬼会大汉，佫特别假。啊，假都真是较假呢。就安尼用伊的名写住即个白纸，啊，用一个红包落啊，得一寡钱，啊，要结婚，啊，叫一个死者的后辈去遐等。啊，等看查甫人、查某的捡伊袂使哦，爱查甫捡的，啊捡，不管年年岁几岁啦，啊，想讲哎，这个大概娶某了，有后生啊，因若捡到，我爱甲问啊，先生啊，啊你有后生无？伊讲我两三个，啊，对啦，姐夫，啊我都唔捌你，你来叫我姐夫，伊讲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啊，你捡到这个就是我的大姊啦，哈、啊，啊你就好运安尼捡到哈。伊要掠你做翁啦，你也较娶。我唔好，伊讲袂唔好，安尼好，请你的大名电话留我，因暗转去吼，你若做一个歹梦老清官，即歹掉头啦吼。啊是转去头壳疼感冒，你来拍电话给我，因为阮迄个大姊要找你啦，要找你做翁，袂使拒绝咯。倒转去，因为惊到要死，果然老清官就拍电话来啊，讲要甲娶哈。所以台湾人就是用这招。用这招来求平安哈，啊，这引起一个吼、哦，引起真济小的问题哈、哦。啊，那安尼的平安我无反对啦哈、哦，问题是没啦。所以这个问题，坦白讲，拢甲政治有关系啦哈、哦。啊，咱知影，那较文明的社会，一个人若有心理问题，爱去病院做一个叫做西加拉一个 counseling 心理协谈，啊来帮助伊。咱唔是咧，那去新大学别问。所以宗教有哪会害人啊？不是拢总救人哦，这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但是上要紧的，我要讲的一项，就是国民党吼、哦，这个政府非常非常的邪恶。你认为讲咱有国家宗教无？有无？台湾有国家宗教无？无哦，有啦，后迄个无的代志。
台湾有两款的作家国家宗教咧，后迄落后迄落无的。第一款就是儒教啦。台湾二十五关之中间，孔子庙要到二十间，是人起的，用咱的税金起的。当时咧甲拜拜咧，咧甲祭奠，九月二八告诉者，告诉者所用的行李。牛羊猪哦，台湾人唔敢用，结果是杀猪刀羊，用甲牛。什么人做祭司头？首都是总统哦，总统袂当出名做祭司头，做 highest priest 来内政部长哦。其他各县市的市长，连迄个民进党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台南市长，伊嘛祭孔嘛，祭穿个迄古早衫，甲人咧祭孔子，实在是不伦不类啦。一套叫做国家儒教，国家儒教，所以儒教有分作国家儒教甲教派儒教。啊，国家儒教是咧创啥物呢？是咧麻醉者的人心，配合东化教育。所以咱的学校拢藏一挂飘语，思维礼仪廉耻，迄儒教思想哦。哦，过来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用安尼咧甲你教。啊，结局咱的囡仔有礼无？有义无？有廉无？有体无？连马英九都只有礼义廉无体，拢骗嘛！这政治金公党对不对？拢迄套嘛，互人叫做白菜鸡啊、白菜狗啊，这真合理。伊拢讲白菜，绿三三无兑现，这是事实啊。哦，讲伊的薪水，若无兑现，要现一半有无？半点嘛无。啊，所以拢是讲白贼。后来八德的第一字、第一德就已经未通啊。民主国家毋是咧讲忠哦，忠只有公务员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土地，忠于国家。民主国家是咧讲责任呢，责任政府，责任公民。你要选举的时阵，迄票毋通互买去，你有责任啊！啊，责任政府。接近公民是咧讲 responsibility， 唔是讲 loyal 啊。啊，所以咱在分别起来，国家儒教为虾米？伊要制控，佮足要求骨咧。啊，明明就是甲你讲政教分开，啊，明明伫宪法内面，伫咧政府内面，甲伊囥一个大贤、至贤、先师、皇叔官，孔德成都已经死啊啦。我那种是领部长级的薪水哦，唔是领院长级的薪水，配车配宿舍，用咱的税金可以啦，可以。所以台湾有国家宗教呢，伊是咧讲白贼，讲政教分开呢，利用一个孔子的号的，唔知真啊假，咧做伊皇叔官，咧麻醉咱的囡仔，啊叫咱在讲忠，在讲孝，啊孝敬因东国，安尼呢。所以台湾吼，台湾有一个国家宗教，就是国家儒教。所以将洗脑教育就对，叫你爱做乖乖飘的顺民，唔通走入街头，爱讲道德，哦，道德伦理啊，道德伦理就是中党顶的爱国，爱国顶的中党。哦，这是第一个国家宗教。这款的宗教有健康无？绝对无健康。孔子足冤枉啦，哦，孔子今仔日伫咧人来教台湾的摇头啦，我都唔是教恁这套。啊，我2600年前的道德伦理，都甲今仔日21世纪都无共款啦。恁要咧，要咧变这套，得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做较对啦。伊安尼先讲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替政府背书的宗教，就是国民党所制造一个国家宗教儒教。我捌写一篇文章讲国家儒教可以休矣，啊，都无啥人咧注意到。第二个吼，诶，政治宗教是啥物？我代先做一个宗教定义、宗教记号，互恁知影。宗教诶，必须的条件，第一爱有教主，第二爱有经典，第三爱有信徒，第四爱有仪式，第五爱有国际观、哦世界观，爱有人观，爱有道德观。这是宗教的基本条件。我甲咱讲，国民党来到台湾，甲共产党同款。今仔日阮咧做比较宗教，来用共产教 ，Marxism 做比较宗教。伊用三民主义教，
啊，甲带来到台湾。所以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就是孙中山。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的圣经就是三民主义。国民党的这个教条，三民主义教的教条，或者国父遗教。啊，国民党的这个信徒，哦，这个、三民主义教的信徒就是国民党员。三民主义教的仪式就是酒会啊，恁酒会，你在创什么？酒会都爱伫中山堂，啊，月例会嘛在中山堂，但是唱因的冬瓜啊，因的冬瓜啊，三民主义五党所中，我唔是国民党啊，你唱这条违背我的良心啦！啊，咱嘛唱六十六档安尼，哦，实是有够真无奈啊！但是唱的，但是对孙中山惊三个咧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啊，搁三鞠躬。刷了在念皇帝铁骨呢，以致力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再求中国日自有平等。皇帝铁骨，皇帝铁骨念了，要无当紧，就训话呢。哦，东化教育训话一大堆。说书那是老蒋的生日，就搁唱教会安尼先，唱赞美诗。大在中华，大自先人，哈，恁拢捌听的哈。啊，那是孙中山先生的，我们国父说穿革命来唱这套。其实恁唱了拢巴巴闭闭，我唱了拢袂放心，因为我是读宗教史的。这就是新皇帝崇拜、造新运动哦，政治造新运动的一套。后来我甲恁讲，我日本时代。读过三年的册，老身的今年吼，得要满75岁啊。读一年幼稚园6岁，一年7岁，8岁二年遭空袭伫高雄市，我读清水国小，一度是国国民甲国，即嘛是和平国小。我嘛是同款皇帝崇拜呢。日本时代军国主义即个 militarism， 我每一个拜一的早起。来五当兵哦，啊，西街咧啊拜一头啊，天教大神阿妈提拉斯阿弥卡弥，拜了后，我看见教务主任捧一个擦旗，足水的，擦旗顶面放一个皇帝铁骨，捧给柯教先生、校长先生，伊提起来读，袂使读唔对哟，啊，啊，读的是安那读，我敢会记一句话。咱一个老学员吼，无伫遮，无我着叫这个老学员，迄个皇帝铁骨对头讲到尾，互恁听啊。我带像以致力国民革命哈，安尼先啊。进我某呢，我甲咳嗽，我敢若知影即句，剩个我拢袂记了啊哈。进我某呢，进就是朕啦，皇帝主称朕啊。啊，以致力国民革命，皇帝主称啊，我那是新皇帝孙中山主称。啊！即卖入去教室，伊只皇帝铁骨读了，袂使读唔对，迄是太头罪哦，吼、哦，得降级哦。啊！入去教室无啥氛围啦，哈、哦，根本得了啊，真得得画口号呢，画什么？有得人类诺特级袂会哦，啊，请注意，人类的对敌是美国甲英国，迄个算是日本对美英抗战。这第二句口号：天龙下甲万载，天龙八下万岁，安尼先。啊，因为我有对照，讲奇怪啊咧，啊，着民主国家哪会咧变这套？啊，国民党来吼，啊，小学教育着咧变这套，拢同款换汤无换料嘛，嘛是一个新皇帝崇拜，反正讲无唔对。三民主义教着是咧变这套，啊，三民主义教的目的是啥物？替国民党背书啦，哦，你要爱国，得中党，中党得爱国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台湾人。袂醒，就是拢做国民党员，做国民党员就是做中国奴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所以中国奴吼足晦气，咱足歹出头天，就是用这两款的政治宗教咧麻醉你甲我，互咱对这个伫这个东化教育的下面啊，无法度通真自由吼、哦、来批判代志，来想代志。人民吼，同胞的命运，啊，因安尼地搞安尼无在调，通想较快的问题，啊，中党顶爱国，爱国顶中党嘛。我伫遮想讲，
想讲蒋介石，伊自称做基督徒，啊，宋美龄啊，或者自称做伊是基督徒。宋美龄的老爸是牧师哦，啊，蒋介石的丈人等于是牧师。但是这两个人的历史定位才是真邪恶。为什么二十世纪的杀人魔王的四个之一就是蒋介石？你若研究这历史，你就知影讲，伊安尼做真歹代啊，做真歹代。讲伊是基督徒，所以这款的基督徒来上天堂，这款的天堂我唔敢去呢。啊，我嘛无想要去。哦，咱只有基督徒有是这问题无啊？蒋介石死在台湾，伊连观察都唔愿落土，唔愿落土，待伫台湾土，伊要转去中国，啊，但转去就好嘛，佫袂当转去。宋美龄。又认同台湾无？嘛无啊！伊讲是基督徒，走去美国，啊死伫美国。这款人来占领台湾，而且台湾人甲今仔日也未醒。五都的选举，三个拢中国人；总统的选举，拢总中国人在做。我甲恁讲，66档的呢，是东化教育的成功。我呢最近读着林义雄先生的一本册。伊内面有提醒这样代志，因为伊是无阿囝，拢予国民党的这個政治谋杀，伫新的二十八死去，才是足可怜。伊底下有分析，我感觉足着，因为伊去看这个英国的男医生，甲洛德比比，台湾是哪院院长，伊看了感慨无限，下面写几句话。伊讲无想到讲英国的宣教师。离乡背井，坐船坐几半年的来到台湾传道，目的是什么？因带来是让台湾现代化。台湾人唔捌字，用罗马字给因教育，上简单的文字给因教育，可以唔当做文盲。台湾当时的青人足济，哦，洛德威廉坎普、甘威廉牧师，可以哦对英国引进点字术。开设蒙阿学校来教育这些可怜的这青年人，看见泰国病人遮多，洛德加修特啦，戴仁修院长伫1934年就建立这乐生医院甲敖山园两间，哦，迄个新增迄个乐生医院起的，八里我住迄个八里附近敖山园，迄叫做敖山乐生园，读做敖山园，也是伊起的。台湾人无咧做，伊带来遮个福利，哦，福利的措施，予台湾进入现代化。唔然咧先办教育，从第一个是即个西式医疗技术的引进，就是 Doctor 啊 James Maxwell 马雅国医生，对医疗开始啊底下传教医疗，哦，因为张罗教会一个传统，伊要无咧讲医病关贵啊，哦伊。若要帮助人，感觉讲基督教会听，就对病人开始，甲你医病又好，引进西式医疗技术，就是病人，唔那安尼先，引进这个西式的教育，从台湾新南医院到这个马街的台湾新南医院，就是我过去服务迄间新南医院，啊，建设这个中营中学、中营女中，吼，啊，反对人白卡、妇女白卡，规定讲你若要读女二。卡会留起来，无要解收，袂使白卡。反对吃鸦片，这拢对台湾的现代化有真大的贡献。但是一项较伟大，林荣先生讲哦，讲这宣教师利用背景，毋是牺牲因的青春伫台湾呢，甚至迄块骨头有哪待伫台湾。所以我呢，安尼前两过日月日前，看见这个 Thomas Buckley 巴克利牧师甲威廉托一个托医生啊。啊！伊个骨头拢带伫台南个公墓，非常个感动。啊！中营女中个校长两个拢带伫遐，无带伫故乡哦，是伫遐。伊对台湾现代个贡献足济，国民党有咧教无？拢无。后来林荣先讲，这是白人啦，白人对台湾人个功劳是遮大。但是1945年对中国迄边来个黄民人。伊自称讲，伊是咱的同胞，来到地对台湾安那款待，台两年后用台，1947年，
二八事件台，一挂台湾的精英台了了，白面的未台，将基督教带到台湾，将现代化，促进台湾的现代化。在黄面的中国人就讲，我们都是同胞，一直台一直台，他跟台湾拢无人才，啊，所以，唔哪呢，佮惊台湾人反，用世界纪录的38年的戒严，底下来统治台湾。这拢总是因个国家宗教的好积德啦，用儒教、用三民主义教来排斥人来对背书，这款黄种人足未见笑，讲伊就是中国人，啊，咱就是伊个同胞，无遐衰啦。唔忙对今仔开始，我是台湾人啦，我唔是中国人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啊，你若嫌台湾歹，你转去就好嘛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所以吼、哦。伊带予台湾多少的苦难啊！国民党统治台湾，到今年为止66冬，台湾有进步无？我有受过日本教育，说是台湾啊，伫日本教育的下面，到今仔日的台湾是一流的，哦，一流的这个日本的国土。啊，所以吼、哦、真怨叹呢。今仔日台湾人哪有种，哪要有种，实是爱觉醒呢。所以台湾民政府的努力啊，就是要安样帮助台湾人觉醒，对多元的角度来想问题。真可惜，我所剩的时间要20分啦，袂当看足济，袂当将我所要讲的拢总安尼，拢总会当发挥啊，讲甲完，真歹势。不过有学生问我，我要读几篇啊？这个，因为我有写一本册。就是在教台湾话吼，我甲你拍这个罗马字，一寡标字诗啊，有那甲这个宗教有关系，就是从台湾60款的姓名来写作诗啊，伫遮啊，每一个神吼，我拢总哦有翕相，表示讲台湾人有咧拜，可见讲台湾人头壳实有够空空啊，实是唔知要啷个救啊，这是怎介绍哦？咧拜一个独裁者。入世纪四大杀人魔王之一的蒋介石，甲当作神的拜啊，那不是头壳歹吼，不可思议啦！啊，这是帝皇帝无蒋介石，伫典韦大刀开钱剑翕的，这是第一个元帅无蒋介石啊，这拢你拢看得到。啊，我对蒋介石的定位是安那样讲，我伫遮读一寡台湾话史，互咱听。蒋介石，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到是真失望。数百年和严作官，地搞判断力错乱，国民党走路来台，独裁专制人人知，搁制造皇帝崇拜，麻醉人心真厉害。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，600,000军民走路，台湾人开始叫苦，无得当去像郑成功共款走来台湾啊，夺命啊，台湾人就惨啊，吼。啊，美丽岛变作不美丽啊！暗含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神运动，讲伊是英明领袖，待在中华未曾有。啊，咱读过册时讲的蒋总统哦，立正啊，立正，新皇帝嘛，三民主义做圣经，国父遗像挂头前，九月例会做礼拜，拜甲全国人民变阿呆，蒋介石变新皇帝。讲伊个名就敬礼，民族救星是黄河，这日就唱歌娱乐，哦，这我拄则有讲过啊。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，甘心做东正走狗，一切特权因得包。你若无做国民党员哦，唔免想要做校长，唔免做主管，免想啦。保护政权用戒严，38年长时间，白色恐怖无人权。家破人亡，政治犯。1975是专机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个棺木藏朱俄，唔愿落葬台湾土，所以因某嘛走去美国死啊。台湾人实在悲哀，独裁者奴役，唔知奴役的 slavery 啊，甲咱看做奴隶安尼对待，独裁者奴役唔知，装蒋介石做神拜。蒋公王爷安尼来，高雄市有忠德堂拜蒋介石做阳光，
元帅打扮穿古装，中国大陆要反攻，啊，哪有反攻？无啦，啊，即摆咧上好啊，哈。电费大刀开千江，有中正祖在其中。地方帝无亚宝剑，装作帝王无尊严，伫民主国家要咧变佚佗啊。蒋介石历史定位，学者讲法有权威，伊是二八的元凶哦，拜伊做神不平常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，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上天堂，一个 question mark 啊。这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啊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变，耶稣兼会容忍伊。事实伊是罗兰神啊，客死台湾气数真，民间无地去敬拜，真正。台湾人悲哀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讲的吼，应该是事实啦，哈，恁袂反对，哦。但是，请咱唔通袂记哩，伫虎尾偌内啊，有哪有一个，有一位，啊，有三位这个二八战士，台湾人的英雄，互人家封做三圣公。但是因为惊这个国民党出题，啊，所以啊，装作高宗来拜。啊，我有去翕相，虎尾偌内，咱才有对虎尾来无？啊，我看这个庙叫偌内，偌内公墓吼，叫做三圣宫，这二八纪念啊，纪念碑啊，这就是唔愿吼啊，偷偷啊给因拜啊，即卖已经公开二八拢有一个纪念吼，纪念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啊，我有哪有为着因来做几首台湾话七字啊诗啊来纪念因？1947年情形，台北医权不平静，中国官警乱开枪，取缔私分变不停，台湾人内心不平，中国官实在无能，二八啊事件发生，全台湾立刻响应。迄个时阵我拄啊十岁，啊看人看中国兵伫枪杀，伫枪杀台湾人，台湾人啊拢穿西装真斯文啊。伫各用车头，哦，但人真有志气，叫伊跪唔跪，用踢的，啊，然后甲用枪对后壁甲跪，真残忍，真残忍。要枪杀人，在伫现场，伫各用车头的对面呢，啊、哦，我嘛欢迎过中国兵，哦，这个代志我印象约足清楚。所以吼、哦，台湾人吼、哦，二八事件发生，全台湾就去响应，勇敢台湾人真情，单于长官真无能。路线残忍啊，真明目，专台抗争就引爆。张仪娶是日本某呢？啊，恁研究历史，恁知影无？哦，应该伊爱开明较对，唔是。今年的三月初二，虎尾青年有起义，接收军队的武器，反抗运动就开始。单于长官讨救兵。蒋介石紧急下令，派兵来台湾定波，啊，定波大开杀戒，心恶毒。迄年的三月十四，中国兵啊到嘉义，虎尾义勇军反抗，真侪志士有阵亡。阵亡的三位志士就是顾尚台遗书、李世芳甲王志玲，抗暴牺牲真悲情。虎尾人勇敢出动，暗中将三人埋葬，合葬伫偌内公墓，尊奉因做三圣公。有志起庙来敬奉，公然敬拜三圣公，做二八纪念庙，啊，顺利进香人袂少。讲到三圣公造型，偶像传统的神情。廖姓、金姓两姑娘，甲因做伴真正样啊，有两个女性甲因做伴吼，三个男性。每年二八日子，纪念庙会无停止，台湾魂拢无孤独，保庇台湾共和国。回顾二八事件，台湾人永远心痛。无人道的中国兵屠杀台湾人精英，台湾人互日本管。心中实在真不愿，时常在做祖国梦，中国人来才知惨。
啊，我敢做一个见证，我受过日本教育，日本人无遐弱呢，无遐弱呢。啊，所以未来吼，这台湾民政府，吼，咱已经主张讲台湾地位未定，日本只有放弃台湾甲平壤的主权，吼，啊，所以甲日本的关系应该也较密切。日本是一个先进文明的国家，因为伊明治维新的底蕴，啊，所以伫十世纪初太阳。太阳苏俄，迄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，啊！啊，日俄战争赢，所以是亚洲的一个强国，所以人比中国兵啊，中国较先进啦。当时我所受的教育、所听、所看，比中国人佫较先进。结局，草包阿斗来管台湾人的秀才，嘛发生二八，哦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所以吼，台湾人。和日本管，心中实在真怨，是想在做祖国梦，中国人来才知惨。事件原因不理知，草包来草包来通知秀才。我感觉当时台湾人拢真秀才，真有秀特殊啊！啊，厝嘛唔要用铁汤啊，啊，所以拢无差啦。台湾人大失所望，即时惊醒祖国梦。天经地义抗暴政，这是台湾人公言。为了正义来牺牲，台湾烈士人尊敬。三圣宫地下有敌，台湾魂气魄无死，永远甲中国脱离，展望建国出头天。我想这就是咱的一个理想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啊，这个啊三圣宫的一个传承。啊，当然这本册内面吼，要检采，我感觉台湾人吼。拜这款哦，这款偶像崇拜，头壳拜个歹呀！啊，所以拜一个特务神格。台湾有一个叫别神，你想什么人？你知无？什么神？啊？唔是啊，迄较现代啊，迄对古早甲咱麻醉甲今仔日赵军公，就是即身赵军，秘伫赵家咧监视咱全家的言行举止的。在宗教信仰里面有一个特务神格，这款的宗教无健康。赵军啊，赵神。啊，我呢大概时间要剩十分钟了哈。啊，我来袂当看这个图片哈，真实的啊。不过我遐有一本这个台湾人的姓名，122个哈，咱会当去做参考。啊，这本是只有60个哈。我来读这个赵军的这个七字啊诗，给恁听。台湾民间所拜佛神，因为伊是佛神吼，佛神的这个宗教用语叫做佛提斯啊，佛提斯啊，佛神专门叫做佛提斯人啊，伊是佛神拜灶。灶公公是重要一神，伊的孝业千千万万，灶卡是伊活动空间。拜灶原本古早风俗，殷代就是殷吼，殷代通典一本册，叫做通典五书所属。拜五款的神明中间的一项，本来神统属于佛神，后代传说祝融出神，煞变作人哈。祝融是火神，火神就是有人讲伊是火神出身，就是赵君。另外一本五经演义，一本册讲起赵君名所结的，所以神明的传说吼是神话啦吼。啊，在人讲的真复杂，也叫张丹如何诸国。啊，真济传说学伫七毒。事实来看，灶是佛神，千千万万不止一神。住在灶卡，监视人人，看人煮食，伊个专行。啊，传说灶君天公所派，做灶伯啊，住伫厝内，家内大小一举一动，拢做记录，互人恐慌。啊，这就是特务文化的性格啦，哈。啊！厝内公妈家神土地，赵君同款甲因监视，大家唔敢得罪赵君，一旦冲犯就会歹运。所以赵君伫咧吼，连土地公都惊咧，连公妈迄拢唔敢叮当吼。所以赵君监视的所在，你台湾人唔是讲唔是吼，无唔是讲无注重卫生，真注重卫生，就是因为迄个灶伫遐咧监视，所以唔敢得过倒扫帚。你啊，这要看见到就是乌白啦，袂用人呢，因为赵军伫啊，惊去翻掉，惊去刷掉，惊去冲掉，惊去吐掉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啊，一旦冲翻就会歹运。民间妇女若去冤家，有冤枉债就会讲债。灶君三日上一遍天，我受枉屈，天会找你。安尼甲咱讲起啥物？灶君三日上一遍天，灶君三日打小报告一次啦，哈、啊，啊，这真晦气哈。啊，灶君打大报告，就是十二月当时啊，日时啦，哈、啊，对啦，哈、啊，真嗨。古历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就送灶君上天述职，家家户户准备行礼，烧金，搁烧神马甲马。灶君骑马上天呢，不是坐太空梭呢，所以用个纸吼，神马是灶君咧骑的，甲马是遐伊的部下咧骑的哈。啊，这足龙傲的哈、啊。人惊灶君去造歹话，地搞明年歹运军队。用别个歌在锅灶坑，这阮老母的做法啦。因为我是台南市人嘛，看阮老母用别个歌在锅灶坑，有诶锅圆啊，啊圆啊，可以食甜。哦，请灶好话，心则轻松。上灶了后啊，家神上天啊，清炖摒扫，准备过年。灶若要上好烧好，唔敢得过倒扫就乌白拉啦哈。啊，一寡家神拢对起你啊哈，所以拢无事啦啊。会当吹过，会当吹发过，会当清炖啊啦哈！家内无神，唔惊冲翻，烧盐吹过，通过年关。一年中间只有十日啊，免受灶君黑白监视。正月初四，灶君倒来，讲话惊答，袂使乱来。只有十日的尔呢，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困到饱，初四。要不要就过来？神落天，吼、哦，这款的风俗真歹嘞哈啊！所以真迄落，台湾民间信仰特别，神的无失，旧的无灭。为着安尼，人叹地俗，灶君监视要咧继续。啊，你讲哎呀，都无走啊咧，遐电炉加瓦斯炉，你免烦恼，继续咧甲咱监视。目前民间灶少用多，拢用电炉加瓦斯炉。那是赵军甲老客讲，老客就是老国民党啦哈。那是赵军甲老客讲，瓦斯炉边在监视人。你我出国坐喷射机，那是赵军骑马上天。这款比较斩咱骄傲，敌无赵军比咱弱哦，都唔免惊嘛啊。赵军角色认真看来，啊，标准敌无关东关西，别是恐怖实在真害。这款性格兼谈敬拜，一个 question mark。龙王信仰留到现在，生活品质就受妨碍。你我就在民主时代，赵军退休才是应该。所以请咱吼，在民政府叫赵军官退休，哈、啊，唔通去拜啊哈。后来要剩几分钟呢哈，其实要个真济哈。啊，大家唔知有啥物问题无？要三四分钟。欢迎您提出问题，好来，请。无唔对，唔对。不过台湾有神啊，聊天天我正冇聊天天啊，阿冇阿神仙呢，就说。我有去翕啊，伫这个要去乌来的路遐啊，对。唔免客气，你若无明白个吼，哦，我刚才都只有讲起这个鬼观念吼，鬼是生出来吼，啊，刚才我利用这个机会讲这个台湾人的灵魂观念三分七撇。我讲台湾的鬼吼，一个人一大堆鬼，就是甲这个有关系。啊，道教因为受这个儒道佛三教的影响，所以才有这个三分七撇的理念。七撇是对密宗啊，这个。Seven Chakras 加走过来，人若死，既然有三分三条灵魂，第一条佛教的影响，都要经过第一殿真光王，到最后一殿转轮王，一殿一殿照你的因果业报去轮回，最后伫转轮王遐给你宣判讲，啊你在生安尼牛肉食伤济，判你去做牛，啊连一杯明波茶啊去轮回，有轮回观念，一灵魂观啊，这是佛教的影响。第二条较快乐。哦，要去阴间移民啦！啊，阴间都要办移民手续呢。台湾人要去移民阴间的移民手续，叫做做功德、做顺啦。啊，
七日做一巡，啊，做巡啥物人咧做？我著爱请导师来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查甫有查甫的功德，查某有查某功德，加一个啊，这个是或者上黑盆啊，迄款的仪式，吼、哦！啊，阴间移民，因为阴间是一个消费的所在，在高爪处会大，啊，阴间有哪有地精呢？中山北路二段几号，迄拢有呢？得甲土地公咧管的哈。啊，说落去，都爱阴间那用钱呢，用克星呢。啊，阴间死人的钱是大银、小银，哈、哦，唔是金纸，唔是大，唔是金纸，金纸是神咧用的，银纸是这个死人咧用的。啊，死人有那用支票呢？死人的支票叫做扣钱啊，在为扣钱哈，欠人的扣钱小卡再去行人哈、啊，出呢？外教那跋书签好，好我的子孙啊去撤销就好啊。所以阴间有那缺失，有那切割啊，为过钱啊，拢总过入周到啊。最后做功德拢成功啊，啊，就安尼做一场的西公戏啊，啊西公戏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看见这外国朋友看个安尼看唔成，讲明明呢就一场的丧事，那有一挂人啊，大细汉囡仔穿浩然浩服，穿乌衫啊，黄昏的时代啊，伫咧。看这个西宫在做戏，人老人巧啦吼，啊，看甲笑甲咕咕叫，伊唔知影咧。我讲，迄都爱 happy， 安那 happy， 移民成功啊，像咧移民美国同款吼。你要去美国办一遍就好，阮台湾人要去阴间办七遍的咧，七七十九日啊。啊，所以伊讲好安尼哦。所以第二条灵魂就是通过这个做功德要去阴间移民。第三条灵魂咧，所有拢做好啊，清气想啊，初下换右下。把他带回来家里点住角落，所以如果有人拜公妈的都拜一条死人的灵魂在家里、啊、这是受儒教的影响，神宗对阮。所以三条灵魂分别如佛教、道教和儒教、啊、后来、啊、七魄就是这个尸体，当然人很注重尸体怎么办，所以风水做得很好，就是顾那个骨头。不过现在都用火化，一些七魄都烧死了了哦，不要紧啦哈！啊，这个拜这个骨头吼，哦，唔是干那松树迄个爱真慎重哦，好个棺木较大。年年做忌以外，年年清明前后十日就去扫墓，就去拜迄个尸体。万一你那子孙啊几啊代袂记得去吼，往挖起来吼，就变作幽灵公案呢，哦，有求必应，迄款拜骨头的万神东归就变遐啊。所以台湾人专跪了，这是好。好兄弟的由来啦，啊！除了那条，若要拜去信仰所，我那变作妖怪孤魂啦。七魄若要拜，我那变作好兄弟啊，妖怪孤魂吼，足济。所以那个七魄就是因为安尼来。所以咱讲三魂七魄，鬼就是人是变，我讲这对死人足无尊敬的，这是迷信。啊，人无遐尼无尊严啦，哈、啊，无尊严。所以咱应该爱小可想看卖哈。啊啊，所以我讲，我做一个教宗教学的人，教宗教书的人，想要看到鬼都也毋捌看伊咧。哦，敢那捌互迄个惊着去迪士尼乐园哈，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去鬼仔厝看，美国的这个 Orange County 的这个迪士尼乐园也去看，拢看迄鬼厝，哦，是人做的，啊，看到有那起码一撮白，敢那看到迄。真正的鬼我也毋捌看，哈、啊，我真爱看，啊，都无多咧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咱爱用迄、那个用头壳去思考，唔通随便人讲什么，安、啊、那就信什么。鬼的种类有够侪，达款宗教拢无同款吼，哦、啊，这点吼咱来注意。要做一个新台湾人吼，的确爱有健康的宗教底线。好，安尼我的时间到吼，足歹势，甲咱占淡薄时间，下面是足精彩。咱有一位台湾的这个本土音乐家哈，直接要教咱迄落哈，所以我卖占先一时间，好，多谢大家进来，好，多谢。起立，起立，多谢，休困十分钟。